今天要回绍兴带点特产，这个是菜籽油，这个是辣椒酱，还有自己家里种的这个毛豆，都饱满，都摘好了。这个是土鸡蛋，千丈给它切成丝，用盐拌一拌，好放。这个家里贵不贵？9块，一斤了，那也不便宜。今天全部出太阳了，玉米揭开来晒一晒。早上又去买了一点土鸡蛋，我外婆割了点韭菜，这个剪好说给我带上。韭菜我都叫它丢冰箱里头，也不能放太久的韭菜啊，韭菜也不能放太久，别熟，丢冰箱别熟，放个两三天没事。这个韭菜这韭菜多漂亮，老远就闻到一股韭菜的香味。刚才那个毛豆就是从这里剪下来的，我们家这个毛豆好像挺大的。等一下吃个午饭就回绍兴了啊！一人一罐辣椒酱，哎，一人一罐那个黑酱，哎。这地不比。辣椒都在这边打的。少摘一点晓得吧？这哎，这里怎么一只小猫啊？这种辣椒呢，它都长不大，都是这么大一点点。天冷了都不怎么长了，就是跟个头小的了。现在天还暖和，待会那个下霜天凉了以后，这个就全部打死了呗。现在也要给它摘掉。这种就是叫秦椒，就是秦岭那边生产的那个秦椒，人家那边陕西的那个油泼辣子就用这个做的。这个还没长好，长好了以后它红红的，很漂亮的，又不辣。你看这都是满满的，上面这个产量太大了。从这边能看不能看到，密密麻麻的都是，可能视频里看不清楚啊。你看这样，全是这种。这个秦椒在我们这长了几年以后，有点基因改变了。好了好了，香菜够了，够了吗？够了够了够了。太多了之后放不住了，这个香菜。这香菜也要这只吗？五天。哪天天吃香菜啊？就配菜用的嘛，一般都是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够了够了。不拔了，根子上那个泥不要弄掉。这是泥巴叶子。这小青菜也放不住吧？放个两三天最多也就。放久了就发黄掉了。这个芹菜自己家里种的，看着就好嫩。没拿水，一点药水也没拿过，上面好多都有充电，这么多就够了，不要再拔了。不拔了？哎，不拔了，够了，这都是。全是素菜。自己家里打的这个菜籽油特别纯，炒菜特别香的。又准备了20斤肉丸子，我放在这个冰箱里，我妈包了点水饺让我带上，说回去吃。这个肉丸子呢，绍兴这边有一个朋友要了20斤，正好给他回去带过去，放在我的小冰箱里。回来这个小冰箱也塞满了。红烧三文鱼，再点这个小辣椒回去烧那个三文鱼，大的这个辣椒再给它摘几个回去炒土豆丝吃，中午再吃一顿，吃完午饭就回绍兴。这个三文鱼跟家里红烧鱼块一样烧法，直接炖就行了，全部给它切成圈圈，全部给它放进去稍微再烧一下。这个青椒切丝跟那个土豆丝炒，就跟这个土豆丝放到一起，香菜给它切一下放鱼里面。你看这个香菜多短，我们在绍兴那边买的香菜也好长，差不多了，再放一点这个蒜，再给它这样烧一下蒜在里面啊，差不多了，汤汁也收干了，再放入香菜，盘子稍微有点小了，对不对？刚好一盘子，刚好。锅里再给它搁上点油。放一点蒜，爆一下以后放土豆丝，有点多了。这个
放一盘吃就可以了啊，不用焯水，直接炒出来香。这土豆丝不要给它炒面掉，要有那种脆感才好吃。放点盐，稍微给它淋上一点水。锅里加点水，我们把家里自己炸的这个卵子放进去，跟青菜烧个汤。这个要先多煮一会儿，烫手了吧？这些青菜全部放进去吗？会不会有点多了？反正哎，给它切短一点。你看家里自己种的这个青菜，都漂亮，一根一根的。直接放的吗？哎，都在这里。哎，都在这里。都放进去是吧？他们一般正常吃的时候都不切的，整个的，我给它切短一点，清爽一点嘛。把肉丸子多煮一会儿，再放青菜。燕饼冰箱冻过就不好吃。嗯，都冻过了，摔了，一样。没有办法。肯定不得一样，它有绵密一点的，知道吧？对呀，有的不大。这个包子挺好吃的。这青菜好嫩。又嫩又香，我记得好像之前有买过一次，十几块钱一斤，这个青菜应该一把都要八九块钱。肉丸子跟青菜，很香啊，这个肉丸子。还有一个呢，你把你吃的下。我不吃。吃肉丸子。这个肉丸子烧的时候要多煮一会儿，煮的越久口感越好。这肉丸子回来吃了好几个，小孩子、老人早上煮面或者是烧汤都可以放一点。烧汤放了肉丸子以后，它那个汤好喝，鲜。就用开水这样煮一下，出来了就可以吃的调个味儿。加把青菜，你会加点粉丝啊、哦？这里面？我加。嗯，有粉丝大白菜肉丸，烧一盘菜也好吃。大白菜可以。哎，也可以，也好吃的。弄点饭吃呀。饭吃好，休息一下，我们就走了。现在已经下午了，到家也要晚晚的了。请按键取卡，谢谢合作，请通行。我回来跟回去的人都是错开了这个高峰期。回绍兴这个路上车子都没有多少，然后对向车道过来也没有多少车子，匀速120。行费300元，正在支付。已经到绍兴了，现在啊，带来的荤的素的，给他们两个分一分一起。我老婆接我儿子回来了，正好帮我一起东西搬上去。你都到了，我儿子都放学了，我才到。大米、油、素菜，门口堆了这么多，给他收拾一下，该放冰箱放冰箱，弄个晚饭吃。你吃了吗？我吃过了。我煮点水饺吃算了。今天视频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支持。